好，咁嚟到最后一个展馆啦，东莞展览馆第三层，呢、這个叫做魅力东莞品鉴文化韵味。Okay.咁呢層係講文化方面，文化方面嘅。喺北宋嘅時候已經開始啦，立學喺學校。居廉、居茶、岭南画派鼻祖、晚清结出花鸟画家。谢志刚，中国临床放射学奠基人，即是人才辈出呢。莫八字，哦，这个很出名的，白天鹅，白天鹅宾馆都是他设计的。莫八字，何鏡堂，跟住到呢個林則徐。同埋佢啊，跟住就睇下呢個藝術方面喎，又嚟到嶺南非遺的交匯之地。管香，管香係一個皇家供品嚟。其實啲樹咯，啲樹就變咗做香啊。咁製作工序又點啊？截枝開香、入香、扮香、彩香、扇香。苗圃香市，
千燈，千角燈，千角燈啊！哦，呢個千隻一千盞燈，一千個角啊！已列入咗係國家非物質遺文化遺產，就呢個燈。咁仲有咧，粵劇啦，粵劇都係非遺啊！都是粵劇，明初的時代已經有粵劇，根本是盛行。還有這個龍船，爬龍舟的車，這隻龍船，賽龍舟，是的。仲有舞獅啦，麒麟啊，麒麟路，麒麟路，哇！就運動方面，運動方面。係啦，嗱，運動真係要介紹極健人啦，中意打籃球一定識極健人東莞喎，識講廣東話喎。圖書館之城、啊、文化新城，即係好有文化。圖書館、博物館之城，啊、上個東莞有53座博物館啦，其中市嘅博物館係有8個，鎮咧就係有9個。可園咧係可園博物館咯，遲啲會帶大家去可園嘅啦。咁呢個東江中隊紀念館咧就裝修緊，就去唔到啦。就鴉片戰爭博物館。中國哇，好多嘢睇啊！真係雙博物廣場文化之城。好多講音樂劇之都，歌王 opera 音樂劇。我都可能上埋上面嗰層，差唔多睇完，時間都冇多啦。佢哋閉館時間，信念永恆，呢個應該係講。黨的了，是的，東莞黨憲，
1926-24年，東莞成立咗最早中共地方黨組織之一嘅啦。要講下嗰啲 GDP 嘅，應該係地區生產總值增長。就好快睇完呢個 corner 啦。小冊子。